恶劣，那个人跑到下面做噪音，看到没有？他刚才在下面做巨大噪音，不知道是哪一个人。转圈我不管，但是他做的太大噪音了，看到没有？2022年11月5号，星期六的晚上，你看，那里还有辆车停在那里，亮个灯在那看。刚走了，以前也有一次他是这样的，是另外一个人还是同一个人，我不能肯定了。我这段录像，我现在在我的旅馆房间。录像时间是这个深蓝色的什么车？录像的时间是1分多钟，1分15秒。那还在那里，开出去以后还在坐。1分26秒，好了，我停了。